我家鲨鱼缸每条成员都分工不同，奶牛狗鲨负责捡捡剩饭的剩饭，小溪畔鲨负责捡捡捡剩饭的剩饭的剩饭。这大海鳗可就厉害了，它主要负责不吃。哎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挨饿。自打它去年夏天来我家之后，一口东西没吃过。你要说这玩意儿好养吧，它大半年没吃食儿；你要说这玩意儿难养吧，它大半年没吃食儿还没饿死。看着它日渐消瘦，我太难过了，都瘦掉刺儿了。本来打算养不活了，我红烧了呢，这也没剩几两肉了呀。所谓有得必有失吧，海鳗每天掉秤的同时，我也算有收获。鲨鱼的一生要换3万多颗牙齿，在我养鲨鱼这一年半的时间里，过滤里攒了这么多的鲨鱼牙，我可以把它们拿出来装小罐，做项链，穿手串。但是这个过水格的空间是个问题，又高又窄，做个道具。前段时间来我家抢西盘沙的那帮人留下的渔网，把网卸掉后，再把手术反缠胶带，让胶面朝外，把这个伸进过水格就可以把鲨鱼牙全部粘出来，而且长度不够还可以伸缩。一个天才的道具，天才的点子，再加上个天才的我，还整不明白你了。太长了，没事儿，换个方向不就行了吗？有没有脑瓜活的？给我想个招，帮我把这鲨鱼牙整出来吧。评论读完了，工序整全了，熊孩子的思想工作也建设完了，鲨鱼牙开整。 A 计划，用疏通下水道的钢夹把鲨鱼牙夹出来，失败，这玩意儿只能夹着大东西，鲨鱼牙太小了根本夹不到。 B 计划，用绳子固定重物，然后反缠胶带把鲨鱼牙给粘出来，胶带沾水一点粘性都没有，失败。必杀技，利用熊孩子的逆反心理，这个鲨鱼牙千万不能整出来，知道吗？要等你治病了。跟我玩什么异形路众？最后一招，利用虹吸原理，通过水管子把鲨鱼牙吸出来，有用。哇，快来个特写。而且就很奇怪，脱落完之后又被海水泡了这么久，而且居然还都没硬。我好像彪，我闲着没事摁它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这算不算被鲨鱼咬了？涂点电敷防止感染。收集了这么多鲨鱼呀，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变装主角——伪装蟹。这种螃蟹会把它周围的一切物体都粘到自己身上来，达到一个伪装的效果。那把它跟鲨鱼牙单独放在隔离盒里，就会鲨鱼牙圣衣。就这一身，别说海里面的天敌了，雅典娜瞅着你都得炫一个。还剩不少鲨鱼牙，你们有想要的没？